我很有荣幸参与这次的优秀青年，我要来分享一下我的优秀事迹。第一点，落实中华民国宪法给予的自由权，所以我都穿便服上学。我身体健康，看我肚子就知道，而且我还很善于时间分配。嘿，女朋友们。这位宝贝。而且我性格和善、温柔、敦厚。以上是我的优良事迹，谢谢大家。